穆斯林可不可以拍吻戏？孕妇生孩子可以找男医生接生吗？如果我确定说哦，这个锅碗常常是拿来煮过猪肉的，对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肥皂，我们穆斯林不能用蜡烛的嘛？真的哦，所以是不能用蜡烛的。我们赚取的入席啊，也是要清真的嘛？肌肤之亲又是不是血亲？因为我们夫妻关系的，我们的入席就会被污染的了嘛？对于穆斯林有太多太多的疑问，所以今天呢就请来了。老师，嗨，大家好，我是七七 Y。嗨，大家好，我是 Shafi 廖永峰。欢迎大家又回到了种族歧视。OK， 今天呢，我们就要聊关于各种网友们对于穆斯林的疑问。I'm so sorry， 老师，这些疑问里面有可能有些是真的有点小敏感的，希望我不会被抓，但是希望不要被冒犯，因为我能理解这些观众朋友们问的问题呢，就只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懂，跟他们想理解。Okay.对，所以但是过程中，如果你觉得说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啊，你直接讲。OK， 那我直接问第一个问题好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穆斯林的女生跟男生之间有一个阶级，华人今天如果孕妇要生 baby 了，她不可能说我只要女的医生接生。我的问题是，今天你是穆斯林孕妇，你可以让男医生接生吗？孕妇要生孩子是什么状况？紧急状况，紧急状况而有关到生命的危机，对，生命的危机，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男女医生都没问题的。那会不会有规定说我只要穆斯林男医生？没有，除了他真的是有钱有本事选医生的。所以不管性别，不管宗教，对对。那我换一个讲法了，不是紧急状况哦，女穆斯林病人她要去看病，但是医生可能要看到你的私密处，但是你的医生就只有男生。OK， 普通呢，像这样的状况呢，他会叫一个女护士陪伴。基本上，如果是你去见医生的话，就是属于是状况的嘛。健健康康去见医生吗？有吗？没有嘛，身体出了状况才会去见医生的嘛。有一个问题我真的很有兴趣，就像开头讲的，穆斯林的是可以拍 kiss kiss 的戏吗？但是等一下，我们这个后面自己再聊好了，我们这个后面自己再聊好了。大家所以不要离开哦，我觉得我这个很有兴趣，但是我想要先吊你们的胃口哦。我们哎呀，做节目的嘛，都知道啦。哎呀，那我问第二个问题。穆斯林是可以庆祝万圣节的吗？万圣节我们要看它 的源头是来自哪里，是不是跟其他宗教有关系的，我们就不可以庆祝。这样子讲好了，大学我有 马来朋友什么的，我就讲说，哎，今明天 Halloween 我们全部人一起穿 pumpkin 装来上课。我这样子 invite 那个马来人，是不是对他不好？因为他不可以，不尊敬了。他基本上 Halloween， 他不是 Christian 呢，他是有一点点 Satanic 的教义的。小孩子为什么他就会扮成就是鬼怪怪的 ？OK， 你不给糖果，我就骚乱你嘛。直接就看到这边有祭拜的仪式在里面。那 Christmas 的话是不是更加 ？OK， Christmas 基本上就是 Christian 的一个节庆嘛，就是我有家人也是基督教、天主教的嘛，我就不可以庆祝。但是趁着这样假期，我们一起聚餐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那天带一个礼物，我们一起来交换。交换礼物没有问题，就是不要说刻意就穿着就跟随所谓的庆祝 Christmas。那我再问最后一个 birthday 了。我们如果在那个人的生日上，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没有问题啊，就是不要太过去跟风一些我们不可以做的东西，例如就是我们穆斯林不能用蜡烛的嘛，但是基本上还有很多是会用蜡烛的，对不对？真的哦，所以是不能用蜡烛的。你们那个蜡烛是什么意义的？Instagram photo， 这样子我们换一个好了，我收回 Instagram photo， 是一个 lighting， 因为灯会关掉嘛，所以就一个打给你。这样你周末要刻意放在蛋糕上面了，不可以把蜡烛放在上面。哦，对于穆斯林来讲的话，会不会这个有点像是一个祭，有点这个意味在祭祀的嘛？端午节你们可以唱。我们吃粽子啊，我们要看回去这个是否是一个传统或者一串传说。端午节是屈原的故事，屈原的故事，它是一个故事而已，它是真实的吗？你有做过考察吗？你有做过考察吗？你，华人穆斯林能穿红色衣服过新年吗？怎么不可以呢？这个是传统嘛？新年不是宗教的节庆。他如果有祭拜的那个仪式，他就不能参与了。但是一些传统的信仰，像是年初一不能扫地之类的，那个是禁忌，它不是传统。这个有点小敏感哦。
请问非穆斯林可以跟穆斯林说阿萨瓦利贡吗？他要了解这个，他要讲的阿萨拉姆阿利贡是什么？我所理解的，它是一个 hello 同时给祝福问安的方式，所以比较正确，这是阿萨拉姆阿利贡。我们如果发音也不准确的，最好不要，它可能它会变成另外一个意思，就像我们中文字一样啊，是和死一样。哦，哇，完全是，那可以再一次来念这一个吗？阿萨拉姆阿利贡。阿萨拉姆阿雷贡，雷贡，贡就是你们的意思，祈求真主给他更好的平安的福气。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但是把它讲好、做好，可以理解它，然后要用在正确的地方。好，那我问下一个问题，其实有点像这个问题，就是有点这个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议题哦。请问非穆斯林可以用这个词吗？ OK， Allah， 就是我们的开端章 Alhamdulillahi Rabbil Alameen， 就是全宇宙的主嘛，真主就是属于大家的，包含非穆斯林。对啊，所有的被造物都是主造的。了解，只是一些用的地方要很小心，因为我们是有非穆斯林和穆斯林的国家，不了解的他去放一些阿拉的字眼，他的店面，但是他又不是卖清真食物的，然后让一些穆斯林误会，然后可能他是卖酒精的地方，但是他放一个阿拉的字眼，就已经很不尊敬了嘛，对不对？了解了解。那我就问刚刚的那个问题好了，我也很期待很久，那我就好奇了，如果是艺术要有一个爱情剧，他们要有一个 kiss kiss， 但是演员他们可能不是真正的夫妻。伊斯兰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它演成为夫妻，没有碰到就可能用镜头的方式来调。再讲回去，是我们赚取的入席啊，也是要清真的嘛。那么如果是我们以这样的演戏方式，就有肌肤之亲，又是不是血亲，没有夫妻关系的，我们的入席就会被污染的了。以伊斯兰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以艺术想要呈现故事是可以，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以最哈拉的方式去做任何的所有事情。有一个问题，我其实有一点不太清楚，为什么婚礼回礼送蛋花？是有人问说，是不是穆斯林结婚的时候要回礼要送蛋花？哦，那个是哦 ，OK， 你们去马来人的宴席的时候，就是他会给你那个鸡蛋花嘛，对不对？那个是基本是他们的传统而已啦。我和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回乡的时候，我也敬茶，我没有回蛋礼啊。只是他家那边就回蛋礼哦，所以有点像是你进行你的传统，对，你太太也进行她的传统，对。乌龟是不想乌吗？啊，乌龟没有啊，它是双栖动物，我们是不可以吃养，没有问题啊。谁讲不可以养乌龟的？我们哪里听过的？留下你的留言，对啊，我让 CCY 知道。我再问一个，请问吸烟是多色吗？医学方面已经检查出来烟草很多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对健康也是影响，对周边的人，你舒服吗？烟的味道，我想问你们舒服吗？ Okay. 你们先回答这一个，等一下信你们先回答，舒服吗？舒服吗？第一样，你得给人家带来不舒服；第二样，我们再看回医疗方面，烟带来什么健康？早几十年前可能没有这样的考察，伊斯兰学者们就认为吸烟只是一个被憎恶的行为，教义上是不被讨好的一个，就是没有到 haram。对，这个基本上这个是个人的，因为他还没有把他这个列入伊斯兰的宪法里面。哦，酒有吗？酒？酒就有。哦，这个学到了，所以烟。不至于到法律上的犯法，我是说伊斯兰法律的犯法。但是如果是你随随便便在不可以吸烟的地方，你就犯法了。那就是法律。据我所知啦，炸的，太多糖都是不太健康的，要合适了。但老师，我其实是在聊天啊，没有想要不尊重什么东西，让我们就聊聊这样子。那西格拉布很甜哦。啊，是啊。所以你不可以天天吃哦。清真和佳美，吃了有营养的就叫佳美，翻译本就是佳美的意思。对啊，零食哈烂嘛，但是佳美嘛，打这个我们可以天天每一天当清水喝吗？
就是偶尔喝就好。对，它是属于所谓的健康饮品，但是我们不可以过量。过量，对对对对，都不好，都不好。因为它很多的糖分。哎、欸，对对对对对，适量，不是叫你们要跟从，不是叫你们要跟从穆斯林的对就是生活方式，因为你们不在伊斯兰的立法的这个限制下，所以。没问题。对，新闻有讲过洗衣店有哈拉跟不哈拉这件事情，你对你有什么看法？这个人可能他家里有养狗，那么他洗衣的时候是不是把他狗放在洗衣桶里面了、狗整个放进去吗？没有吗？对不对？对，没有。所以说这个如果是非穆斯林把衣服带去洗衣店洗，肉眼看得到不洁的无愧在里面吗？看不到的吧。啊，看不到的。 OK， 基本上就不能当场的确定说哦，伊尼纳吉斯，不洁的无愧。这个盘你讲哦，从我家哪来的，可能有用猪肉，但是问题是再倒回它的原点，这个盘现在它装着什么？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可以确定说哎，这个是不洁的盘吗？哦，不可以说啊。假设他曾经真的有装过猪肉的话，那被穆斯林曾经，你的曾经是你自己见到，或者是人家跟你讲，你还是要确定一下，或者是说 OK， 我这个盘其中一个是这个已经装过猪肉的，然后他洗了，他放一个跟没有装过猪肉的在一起，这个如果他贴在一起，这个可以用吗？我不知道，不敢给他用。可以，因为这个盘已经洗干净了嘛，不能用的只是那一个你曾经装过猪肉的而已。洗过就可以了。洗过你没有看到，如果你确定已经是干净就可以了。我以为当你一踏入穆斯林的时候呢，你要把你家里的所有锅所有碗全部丢掉。不用丢掉，不需要换。如果我确定说哦，这个锅我常常是拿来煮过猪肉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方式，就洗净的方式。就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肥皂是适合我们穆斯林，就如果不确定那个锅或盘碗，那你就用那种肥皂来洗，洗冲水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可能观众朋友们跟我一样听了消费老师讲的东西呢，可能还是会有点听不懂的成分在，我觉得都很正常，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深一层去了解的。对，我们不能今天就上五句就讲得清楚。但我还是非常感谢消费老师跟我们分享对于穆斯林的角度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可能听不懂没关系，但我们至少可以去感受到哦，原来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够了，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听不懂然后去抨击，没有必要。那大家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学到比较多东西，然后在底下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讲。还有其实呢，我曾经有拍过对于马来人有一些 QA 的问题，你们可以点那个链接去看。那大家也可以去看小飞老师的 YouTube 频道。感谢老师。OK， 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拜拜，拜拜。